Ja.车呢？啊？看车了吗？手气预约车呢？那车啊？在底下呢？那我的车怎么没到门口呢？前面演员都有车，到我这怎么走着走了呢？车呢？开玩笑，我这都走多长时间了？在哪儿呢？车呀？好，信用卡。度假美食，度假美食，美食，嗯，我的强项，才艺。的栏目组早上的时候告诉我说带好行李，也就是说接下来应该是最起码要去的都是三亚吧，阳光，沙滩，沙滩，美女，嗯，太棒了，最美好的一次度假，天哪！扣费的吧，一般比我看不上车我就回去了。哪的车呀、啊？这儿啊。Oh, no. 哎。别的演员都是手气约车，我整个自行车，你这也太接地气了吧！多远呢？哎呀，师傅，这个小等你踩脚油，对，赶紧到那儿赶快吃去，不等他们了。人生本来就无常啊，这真真吃想吃的蒸蒸，还是山头啊。这首歌曲来自宋晓峰老师，歌名叫做《谁是山炮》。车在哪去？多远啊？哪牌呀、啊？这是啥玩意儿？把子还歪呢？这啥玩意儿啊？这是？哦，手气约车？哎，手气约车？波哥，波哥！今天节目组没给你预算啊？啊？预算超了呗？嗯。你的车是不是有空座？吃早餐了吗？吃早餐了吗？吃早餐了吗？峰哥，你吃早饭了吗？没有啊。那你就喝点西北风管饱呗。真坏，坏女人呢你是？开车。赵楠，等着啊！你等着，喝西北风。喝西北风啊！赵红娜，你等着。赵红娜，你等着。前方400米掉头。到了。这哪儿啊？说好的阳光沙滩、仙人掌都没了。有沙滩？哪有沙滩？这是土地。我吃一点钱，你把我带哪儿去啊？走，我的梦碎了。究竟谁是山炮啊？平平淡淡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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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还好呀。明显这大腿粗了一圈，你看看。我已经用了洪荒之力了。还是太毒了。
太帅了。黑心的女人，我们想蹬都蹬不了呢。节目组告诉我了，让你不准上车，不怪我。